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上海的著名景点豫园。豫园位于上海老城乡的东北部。豫园是江南的古典园林，它始建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。今天是周末，所以这里的游客特别的多。豫园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。在明代，豫园是一个私人园林。豫园在1961年对公众开放，现在是全国重点的保护景点。豫园是明代上海人为他的父亲所建，前后花了18年的时间建成。这里有非常出名的南翔馒头店，这家店铺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。豫园在明代时占地面积70余亩，在1842年的时候，英军入侵上海，豫园园林遭到了破坏，后又被逐步的修缮。豫园内有会堂、铁猴子、快楼、德月楼等40余座古代建筑，三会堂位于豫园正门处。豫园内可见许多的石雕、木雕，有八仙过海、广寒宫等有价值的文物。这家卖扇子的店铺很有特点，扇子上的图案都是人工绘画上去的，这位老先生就在现场制作扇子。大白兔奶糖是我童年最爱吃的。这是一家老上海的茶馆，听着茶馆的音乐，有一种穿越的感觉。